你的反应比我所想的也震惊。这金无动手，不就是我有难以代替的价值？若丹阳侯也如你这般冷静，那事情就未发展至此。也怎样了？现在吗？就合天数分量，不可一泄。请送有恁的人，清明。哦，你的敏锐让我好奇，你的推论过程，令江合怪异丹阳的动向，又清楚三元发布之用，在迄个时间不出三人，问心无愧一向中心，无可能是因。再者，当初怪异率众弟子前往流星岩，会定唯有清明脱众行动，青松便发生和民人抢夺分量之事。在天元轮廓后，清明由于言语煽动门徒情绪，处处针对匆匆。若因是内奸，那真想不出其他人选了。会好，您控制清明，再利用丹阳侯的性格掌握青松，但您清楚丹阳侯并非异义，需要天气镜来控行太平环，是吗？丢了一半，那另一半呢？我无需要控制清明，多谢素宗，乃良好天书辛苦建立，你想瓦解素宗难矣。实际上，素宗并不团结，无法保护多谢。天元轮回竟是制度愚蠢，害了我这人才，又毁了我这本可以有所成就的少年。天书本意善良，是小人扭曲初衷，所以将来不是天元轮回，而是争权夺势人心。所以我将不追求让福州喜怀参与天元轮回，我所多无者乃中立飘杆，让多色一统，只要迈在分中别派，自然就别再有内乱发生。这是你的想法，人心可以共议，但制度法治可以一统，断看手段而已。我就问你这个问题，说吧。除了多色之外，其他八界并无天元轮廓，因的世界就少了对少年的刺激吗？我无去过其他八界色，也是这个问题，你可以回答我。建立了一统的正规，就袂内乱了。远的不说，他界历朝历代内乱从何起？近的清明的背叛，到底是因为不能接受失败，也是伊真正受了不公平的待遇？福州喜怀要真正受到迫害人，是当时欺人者有，为非作歹者尚有，自然有许多可怜的受害者，真遗憾。书中确实无法做到让每一个歹人服气，让每一个好人安心度日。但当福州喜怀夺得权力之后，你认为清明是遵守制度的人，也是当时欺人迫害他人的人？梦想有一个制度，当地救安天下太平，让每一个人奉公守法，不再为恶，是您对人性太乐观，也是找一个代意包装自己的事情，随行野心。若素宗底下真意思民不聊生，早就被推翻了。你看到的是每一个受害者，却看不到大部分兵犯善良。如千金少，我应定兢兢业业的宗主，努力维持地海和平安稳。令尊起义欲千强野心，所引发四宗战乱悲剧，自此却想引发另一场战乱。不同的是，欲千强利用天元轮廓，是恁利用推翻天元轮廓口号，完成恁的目的。